即将夺目登场。等灰姑娘嫁入豪门，我会好好爱你的，以后我天天回家陪你。幸福的童话生活却变成幻影。可怜的婆婆，怎么那么倒霉啊，居然你这么一个不会生孩子的媳妇儿。自私狭隘的丈夫，平时虽然好，但结婚这五年我确实腻了烦了。她苦苦维持的婚姻更在好姐妹的介入下彻底粉碎。背着好姐妹偷欢的感觉真刺激。你是一个介入别人婚姻的第三者，挣扎在情欲与道德间的男人将做出怎样的失控选择？为了少恩让我放弃我们的孩子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绝情啊。都市男人抵御第三者情感大戏回家的诱惑，精英独播剧场明晚十点夺目登场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一二三四五。